哦，他好恶哦！哇，你怎么最近反应都这么的配合啊？我觉得不行。两个都一直在杀筷子，刚好那台打到啊！说好的谨慎发言呢？没错啊，怎么了？很谨慎啊！刚刚有说到什么吗？鸡下蛋呐、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？对啊，有什么没问问题题吗？啊，问题啊，没鸡问题下啊。蛋怎么了吗？只是说满月红蛋怎么了吗？有点问重。题啊。我这边应该就是要用，啊，我也不知道其实，哎 原来家附近有这个哦，干嘛的？青金石砖。这个灯很美，对不对？啊，又少一个！哈啊，哈哈，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少一个！对啊，很美啊。很美。真很美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几分几秒，2小时36分。记起来，为了音效包，气 点猎奇。没有，你没发现那种播满月的红蛋手都会红红的吗？我先把这个恐怖的手杖放回去好了。在楼下这台，咚咚咚咚咚，打。啊！这些机器到时候全部搬旁边。哦，要是我装备可以充这么快就好了，不然在这边超久。结束就只能在边一直啪啪啪啪啪。就挂着的。对啊，这里还有诶，还有，可以。所以你们说里面放那个土也有用哦，那我要放了哦，没有用就打人哦，我会打人哦。凋零，所以你是怎么看那个蛋白质怎么要什么的？啊，你有蛋白质的东西可以点吗？或者是你要直接点那个有，我有 NEI 的？蛋白质，你不然就来我家点啊。你有蛋白质的有吗？啊，你就对它点一个 U 还是点 R？忘记了。U R，我没有 U R，好有，然应后。该跳一个如何来的吧，然后你可以看你跟那个蛋白质哪些可以拿到蛋白质。何来的？上面应该是机械图案，
备料盒，不是合金炉，不是。哦，生物资源、哦、好，不是。上面应该是一个机器图案，然后啊啊，第一页应该是一个猪肉跟牛肉，右边是蛋白质的，转过去蛋白质的意思。不然你就在我家看啦、啊，我家这边点那个机器点开了可以看。好，哦，有人叫我不要乱来，好好好，我不乱来。一定会出一般的怪啊！哦，好慢哦。阿吉家，哎、欸，我到了。在哪？对，哪一个？这个机器。哎、欸，你点它，然后左下左边有一个 J。J。哎、欸，点下去就应该就看到了。哦，它需要什么？哦，得看它是什么都什么东西可以做。好像真的鱼比较好哦，鱼比较多种，比较麻烦啦、啊。哦，也是。好，改天看到我就是用神怪塔神怪了，真电的，真电塔。哇，你家真的是棒，我想毁了它哦。我要在太阳那一头盖一张脸。现在有点哭，下次就不是用喇叭来吓你，直接盖一个东西吓你。需要提供建材吗？我这里可以提供哦。建材？没有，在跟繁星讲。不要啦！繁星宝宝出来喽！多摸鱼，打一杀。对耶，都可以搬。啊好耶！那我先把这里整理。哇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爆炸声？不是我咯，啊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我想说不是我录的音效，因为音效不会有爆炸声音。那爆炸声什么意思？哦，苦力怕，苦力怕。哦，不会是 TNT 啊？不然乌贼爆的，是乌贼爆的。好、哦，是乌贼，是他。我不该打乌贼的阿米莫。我是乌贼的错。啊，好黑啊！嘿嘿，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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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可以，哈哈。看到你哦，啊，你进去。不要。要睡了，拜拜。不把音效打开吗？其实有开，很小声而已啊。到吗？要去拿海绵，需要海绵。别客气啊。对，我现在要过去。这海绵是湿的、啊，你找一下、啊。我没有烤过。看到吗？没有。哎，哈基家可以烧，来哈基家烧好了。哈基家烧比较快啊。对啊。哎呦！哎你怎么吸到一堆啊？楼上的那是楼上的东西，你吸下来了，完蛋，你没有石头了。别乱吸啊！我想说怎么会有石头？哎哎哎哎哎哎！
烧的物丢进去，给我烧哦，烧快点哦！变成吸到左边了。哇，好吧，怎么了？因为又有这个桌科生台啊，本来左右两面箱子，它是吸感应到右边的，不，它只是我感应到换一个，边呐、对，然后现在换个方向之后，它变得感应到左边那一个，啊。哇，所以到底要哪一我要边？右边，我是要右边那一个。哎，对，右边材料比较多。有防磁铁的花哦，有这东西哦。什么叫防磁体？你在？若池花。哦。它既。如果你哎、欸，这么多管道的话，你用 T1 的管道会不会比较好啊？不会消耗这么多 GP 能量。我有在想，就是说对后面都啊，是红红的线那种管子吗？就像这种管子啊，这种管子啊，哦，对啊，它这有种，传送物品的管子啊，而且它传送物品的话也不会消耗可你的是能它量消啊。耗的是伺服器的那个，它哦，会有物品在这边上面跑来跑去，所以我才不用那个。哦，好吧，赶快打中介龙了。你可以用不透明的，应该就不会了吧？没关系，我到时候改 NIO 应该还好。它周围的物品不会被磁力吸引，好哦。你那个花怎么做啊？可是那只有那一个区域而已啊，人你家不等于你说要消磁花，然后嘞。消磁花？不是。那你要整个家里都要种那种花吗？没有啦，就只是这个啦，这个石头区啦，打石头区这个练武器区。你就跟我一样啊，你哦，现在把里面这个附魔成那个啊，哎，你环球旅行就直接吸到箱子里就好了，你俩呆哦。丢吼！哎，对耶，你好聪明是哦！观众讲的啦，只是你怎么没有放进去啊？哎，对耶。对耶，哦，好聪明哦！他先吸一下。这个有这个消音方块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哎，该走该走。还有什么可以放？盖子吧，你盖还子是吧。要敲掉啊？你飞出来能干嘛？哦，好了，吸完了，可以打了。哇，这样好方便啊！对吼，环球旅行这样用才对哈。红十根，二棕一红一蓝。墙壁统一，墙壁是统一的啊，墙壁都是统一啊。啊，你那说后维面的，权呢？没关系，这里还好。哇，这里海景超漂亮的啦。怎么感觉好像靠近偏天亮，距远一点变暗？是现在是下雨是没有啊，不是？没有啊，晴天啊。没有啊，我还 OK，你不是啊，有我知夜道了，市吗？我的那个距离调比较近。哦，
啊，你不对，也是一样啊。晚点要搞这一台东西，可终以啦，极太阳能电池。对太阳能，怎么了？我把太阳能移进去，那时候我要移进去就是为了盖这个，就是为了这个弄这哦，个。你那个头上有玻璃，就是因为这个哦。嗯，它这个怎么拆啊？这个不能直接打掉，会出事。TECH 的扳手，TECH 的扳手。它不是拆掉会变一个什么机壳啊？对，难那个怪。就很尴尬，会变回去最烂的那一个。对，想起来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了？因为它会变机壳。我找一下这个的扳手。在鬼鬼那边点到9999，不要在我这边讲啊！你去找鬼鬼讲啊，在我这边讲，怎么讲？那你讲请你有冷点静一下喽，需要请你冷静一下了，嘿。请你冷静一下喽。下去了吧？啊，那你家没有反手，你俩 gay，那不然知道怎么拆？我去拿给你啊！啊！运动棒棒，棒想到点棒！啊，又棒棒啊，那你就棒棒啦。为什么不用棒棒？哎，这样可是会让人丑啊，这样会很丑，不会长啊，得你就很很丑，帅这样会不会有点丑啊？不会啊，你很会啦，帅啊。你也帅了，不会啦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难道你不帅了？哦，帅帅帅帅帅帅，平常都是我自己在自己讲，然后突然别人讲会有点，太快。会心虚哈、哦。因为我还要接电线啊，接电线这样的话，星期下再来说，晚安，快了快了快了，我到11点吧。到11点啊！我的机器，哎呀，不对啊，里面棒棒嘞！为什么我有恶心效果？我是不是碰到那个香菇会恶心？诶，棒棒，啊，不是吧？Ninja 你棒棒，真的诶。诶，里面不是有只棒棒吗？诶，不是吧？那个移动箱子移下去，我里面有放东西的，放回去之后就发现那个东西不见了，哇里面东西不见了。哇，会不见了？哦，没有，他在隔壁。哦，没事，你们为什么要传到隔壁去了？关掉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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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进一场。虚惊！为什么吓人？为什么要吓人？这样我怕你们直播太无聊，这样子需要刺激一下。是说刺激吗？我来喽，哼哼哼哼哼哼！刺激的来喽！你不要了，不要那个刺激啊，那个太刺激了，过头。哎，我的发！怎么了？我还没有哎，我还没到哎。没有，还没到就已经被刺激了而且你明明就有地下室直接往上通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走正门？吗？对，嘿，
什么墨鱼啊？送你的。你想把我变黑？想黑你啊？不黑你啊？不黑，掉掉掉掉黑掉下你啊！掉我当掉了，摔到断绝，摔到分手。哎呦，回来！摔到分手。那个香菇，那香菇是碰到才会恶心，是不是？香菇，对啊，有个什么猫什么菇的，刚刚就踩到上面。你住家附近吗？没有，小柯家那种环境，因为家附近有一个那个环境的外格吧。魔法森林吗？很像，地上就是有点荧光绿的。这我不知呢。你要吗？我去拆给你。不用，把你家放到处都是，很恶心哦。不用。这一块应该够了。怎么有乌贼的墨汁在这边呢、啊？那死掉了啊！我照顾好他、啊。哦，怎么让他死掉了？从这边。咦、欸，这是充电，不是。踩到才会哦，那当然没有用啊。那就是魔法森林哦，玻璃管、玻璃纤维。看我改天真的要只能穿史莱姆鞋出门。怎么了？摔一摔，要吃一格肉了。下楼太快了。煞风景的电线真的有点煞风景，真的。当做它是窗帘吧。哎、欸，对，很像窗帘那个架子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噔噔，旁边是放一条绳子，这样子，哇，感觉可以拉窗帘。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。有没有窗帘啊？窗帘，对，有没有窗帘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六个羊毛就有了。欸、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你要做吗？它可以多大啊？如果只是一两格那种感觉，那就没有必要了。可以加长吧，可以做看看啊，反正有的是材料，有材料，你去音乐家，羊毛很多，你就把羊的元素合一合就有羊毛啦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什么试试看不行啊，那种让人家不舒服的我不会去干，恶心效果那个太夸张了，我顶多做恶心飞溅药水丢他而已。 What the hell。 不过这个有卖挖掘，等一下哦。真的有恶心效果，你要玩吗？不要。窗帘，这是怎样窗帘啊？再看，啊，这窗帘是门吧？我好恶心、喔，是门哦，恶心死了，这门好恶心哦、喔。等我一下，我要过去看，好恶哦、喔。等我一下下。到了哪里啊？底下、啊，好不舒服的抓脸哦。有用凋零点滴，那是之后吧？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哈哈，这双小，超恶，那个动作像超恶的，飘起来了。对我来说飘起来没差，我可以飞。
超恶的啦，这个东西，你它重的点是方式超你恶刚的刚啦。蹲在里面一直掀开，不舒服，不舒服，这超不舒服的那个，刚就这样啊，再一次，我下不来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这怪进得去吗？你可以玩吗？不行它是哎、欸，冲，这卡住的哎、欸，这门啊，真的是门哎、门啊，这是门啊，这好恶心的啦。啊，放得上去吗？哪个放不上？它放不上去，它要放地板。它这个根本就门的设计，它就是门吧？那这可样以，子的那话，可以往上叠吗？那如果你先把它叠上去，放好以后再把下面打掉嘞，不能叠，下面打掉，它会弹起哦，来吗？会耶！会，那就是门了。那就是什么呢？骗笑哎，这个是哪些窗帘？超恶心的这个东西。不要再玩他了！为什么会这样子啦？你窗帘买不够大哦 你窗帘买不够大哦。哦，你要直接走你出敲去是不到后。是？哇，哪里的防窗帘啊？防水烂 透了，这个东西。你的窗帘呐、有没有窗帘送你们？我们都是三格高，哪有两格高的啦？也可以啊，头我变发，坏的啦。我觉得你直接敲掉上面，哎、欸，下面更快、欸。你敲地板应该直接更快把它弄掉吧？哎呀，哦，对，操作错边了，不对，放错。这是什你么这东好西？像是啊，这表个框之类的，就很像那个嘞、欸。后来讲什么了？对呀、啊，展示框，然后放个人头上去。天哪、啊，我的眼泪！放草团家 把草团装饰一下，你怎么会有史蒂夫的头啊？哎呀，给我起来啦！好恐怖哦！好不舒服哦，那个，哎 欸，不是有那个波吗？还是什么的？不要等一下，让我玩一下了。我打错字了，等一下卡住了。补 汤啊！有波有波，等一下，真的有波有啦有啦，等一下我就做过吼，五个原石中间放一个木炭，的原石放哪里？原石楼上，我回楼去上拿，翻起来，用木炭吗？木炭在这边，哎，没有，没有木炭，哎，好。现场烧啊！烧在木哪里？炭，哪里可以烧？好了，你我下烧来了，我烧了。啊，你烧来。然后还拿神珠来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水果盆之类太高了，还可太以插，大重点了，是可以插。可以插，可以插东西。在干嘛？
花盆不能插火吧？这是可以放东啊，西进去的哎。这我家还是从你家回来，可以啦，不行啦。又不错啊，花盆可以放花，好好哦。等一下，可我是家有花，直接三个火把的。三个火把应该是直接合吧。我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，所以我一直没拿来用。哎，啊，那个嘞。